主机游戏玩家希望能实现的十件事。第一， PS5 出 Pro， 让所有游戏都能 4K 光追60帧。第二， Switch 能出二代，让所有游戏都能 1080p 的60帧。第三，大表哥2出个 PS5 版，给个60帧就行。第四，使命召唤全系列进 XGP， Xbox 和 PC 都能免费玩。第五，战神5、美墨2、蜘蛛侠2能出 PC 版，优化差点也行。第六，战神1和2能出个 PS5 重置版，是生化4和最终幻想7那样的重置。第七， PS 会员打折的时候老会员可以参与。第八，极品飞车和古墓丽影的续作，希望画面能好看点，玩着能过瘾点，特别是 Lola 能漂亮一点，不要再像大妈了。第九， PS5 希望可以2000以内能买到，哪怕是数字版也行，这样能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 PS 游戏。第十，所有的联机对战游戏我们国内都可以直接裸联，不再需要加速器。你还有什么希望？欢迎补充。